这个东西其实也说起来也还蛮难弹的，那因为它是就是16 bit 那个速度还蛮快的，对，所以我不鼓励同学不需要这样，你就是像你们自弹自唱对不对，能够弹就是滴滴滴滴滴滴，你就然后啊你当然练一下子，练一个那个把前奏练一下就可以了，我认为你们把前奏练好就可以，其他就后面就唱歌这样，然后和弦背一下，滴滴滴滴，哒哒哒滴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滴滴当当，滴哒当当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滴滴滴滴，哒哒哒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滴滴当当，滴哒当当，哒哒哒哒哒滴哒，哒哒滴滴，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滴，哒哒哒哒哒滴哒哒，哒哒哒哒哒滴哒，哒哒滴滴滴滴滴，哒哒哒哒哒滴，哒哒哒哒哒滴哒哒，滴滴滴滴哒哒滴哒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再练一下那个。那个前奏练一下后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很满足了，对呀、啊、本来就这样子啊，你本来就会你只能装我没有弹了，不要弹，不要太辛苦了，唱歌然后但你练一下前奏就可以了，前奏就是四小节嘛，然后练个 stride 就是 stride 练一下子，把认真二练一下子，不要练那么，不要爱那么久，对对对对，本来就这样子啊，这个你不要向他看齐嘛，他那个是对对对对 对, 对，这样同学懂了吧，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，那左手就练一个，比如说 stride 嘛， stride 是万能的嘛，就你看左手，滴滴滴滴，哒哒哒，不，滴滴滴滴，哒哒哒滴，哒哒哒哒滴哒哒，滴滴哒哒，滴哒哒哒，哒啦哒啦哒哒哒，这样背它就可以，把和弦背起来。老师太矮了。啊啊，对对对，不，对对对，我等一下会教蓝调。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然后把这样才会有挫折。本来就是啊，然后再来就是你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什么《All for the Love of a Girl》，这也是一样，自弹自唱很愉快啊。对。那谁能够伴奏？帮我伴奏。你说以后那个，你帮我伴奏好了，我来唱。那你就是弹。啊。你们回家就练和弦嘛，对，哆哆滴哆，哆哆滴哆哆滴，哒哆滴哆，哒啦哒哒啦哆，哒滴哒哒滴，滴滴哒哒啦哒，把。巴拉巴巴，哒啦哒，哒啦哒，哒滴哒哒滴，哒啦哒，哒哒哒，滴哒哒，滴哒哒滴，
滴答答答答答咚，滴答滴答答啦答滴答啦咚，滴答答答啦滴答答啦答答啦答咚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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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啦叭咚。那 solo 随便你了，你要不 solo 就这样用哼的，拍子会打，这样就很好了。那个阿富哥还没教。啊，副歌怎么样？哦，弦还没写出来。对。好好写一下，写一下。啊，同。